电，这小飞机。
却没。 放一点煤，干啥？在这附近就有煤吗？这不就有煤吗？刚才竟然没看到。 导弹为什么送不过去呢？接到建议的中转站。 电，这不就要铁啊，铜吗？铁，抓紧时间生产啊！
没产出来，快了吧？还缺少燃料，缺少燃料，把那啥。需求炮弹，这回有了炮弹就是单塔同组全球爆发，单塔爆发锁地中，不知道这电是什么情况，电没看是啥呀，有电呀，有电呀，什么鬼，小防御系统放上，放火炮，这儿的炮塔走这一块的，这一块建的炮塔防御一下，拿那炮塔去，就一个，这得把它造上，批量建造，按住上线就办。说别的，这小飞机怎么样了？两条生产线小飞机，这电一会足一会不足的，干啥？电力的不足，插扣就放吧，多点电，多一点是一点，电网负荷还是太大，这个煤石矿燃油矿，这一块得建一个，建一个炮塔，这一块这是没有铁了吗？大箱子没有，大箱子需要这些装，
挂香的。然后把铜板那块包一包吧。这也是前这旁边建了一个找铜板。这厂用来发电的，这家伙对，把它拆了。不能不充电网，因为啥呀？这边都没降着机，其他没落到铜板。头发都留来造什么？这是这面的头，太多了。咱们手搓点小飞机吧，不然啊，不然啊，这个亏呀。去星际旅行了，找点硅矿，没有硅矿，找点小飞机到哪儿？铜板哪儿去？到河边哪儿？需求两个，我需求没有小飞机需求的东西。这是刀，旺旺过滤了。一直都到七个，电路板都拿上，造一个的铁矿没了，拿起它，哦，跌脱了，还是三个。硅矿，得赶紧上其他星系了。这的小球上有。
那么多，这养出来了呢。这上面有龟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太什么的。这是做什么型？海浪之型啊！因为我周边都被那啥了。这么下去，我周边小条船被占领了。防御塔，这还没有造出来，缺铁了。是缺铁了。好，这里有铁了，白色。这里是原油，就着这里的找上。要不然啊，会炮弹都不够用。没有龟啊，造啊！研究区那边怎么了？研究区那边是缺铁。去运输机。回去了啊，把炮弹运过来了，有五发吗？应该吧。哦，一下就出四弹，我要这个。谢谢观看，剪辑小逆，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。
论、收藏、投币。